好，各位同学，各位弟弟们，早上好啊！欢迎大家来分享那个圣经历史。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主看顾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荣耀主你的名，主啊，让我明白你在历史当中的工作，知道你的心意如何，使我们能够活在地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一回呢，跟大家讲了一下上帝正常的蒙福啊，蒙福在人类历史当中那上帝赐福不是用中国的神话的这种模式啊，也不是呢用一些稀奇古怪的方式，上帝赐福不，我们的神是真理的神，是真理的神。我讲这句话，我讲的快要哭。还有，我这讲了好多好多的年啊！我们的神是真理的神，不是很浪漫的神，也不是一天到晚像个也不是个严厉的法啊，这个话只打我们的屁股啊，就是我们犯了一点点错就不是都不是啊，是真理的神，他按照真理做事。再说一遍，我们的。我们要爱真理，爱爱神的话语，不是把它当成个偶像。我敬一下啊，他就保佑我，敬一下保佑我，你到庙里去就行了嘛，你干嘛去耶和华神的教会来干什么呢？庙里就烧香了，你嘛，你去确认他教会就保佑你啊。你胡闹是不是啊？明白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像菲律宾、南美那些天主教国家贫穷落后啊，互相打仗。你知道吗？同样的是西方国家，你就明白美国为什么比欧洲要强大，你知道吗？你就明白美国也会有恐怖主义，为什么同性恋俱乐部会有恐怖主义在美国？那美国南部的教会为什么没有遇到恐怖主义？这样，因为上帝赐福给我们，它是一两种神养的方式，一种劳动的方式，能知道吗？神养众多。他通过这个把这个福气赐给我们，他不是在天上每天跟我们丢钱下来刚才谁举手啊？对不起，没看见。我去，我们就是稍微讲一下神啊。今天我们讲教会的历史的开始，教会历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家看到创世纪3章15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啊。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你们那网上留言，我没办法看了，这屏幕没办法看啊。这女人的后裔是谁啊？是指基督啊，属基督啊，有属都一样的嘛啊，也啊，正是叫基督啊，弥赛亚啊。属他的是女人的后裔啊，不属于他的呢，就属魔鬼撒旦的啊。这彼此为仇，你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这是彼此为仇啊。上来脚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了。后来我们知道，开始人不就清楚啊。上来头呢，撒旦已经被呢，他是无分的，就这个意思啊。这也是福音的开始，也是教会的开始。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什么叫教会？什么叫教会？啊，孟锦奇，你说，教会就是上帝的身体。啊，教当然是上帝身体。哦，你这样还没有解释啊，你还小一点啊。什么叫教会啊？啊，是基督的身体没有办法，你啊是没错啊，但是你还没什么要解释啊。以后你大一点呢，肖老师再教你逻辑学啊。什么是教会？还讲多？什么是教会？要讲出个一二三来，知道吗？讲出点名堂来。教会是一群人。哎，对，不错了啊！一群人，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一群跟随基督的人。哎，没错，很好，越来越好了。一群跟随基督的人，嗯，不错，既然讲得很好啊，哎。大家看一下啊，彼得前书啊，一章。今天呢，有人说教会是从五福音才开始的。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节啊，既然你读一下彼得前书一章第二节。彼得前书一章第二节。对。一章第二节是吧？就是照父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哎，这句话就是在教什么是教会啊？教会是一群人。哎，同学们讲得很好，是一群跟随基督的人，他们是怎么跟随基督的呢？啊，是这样的，首先是被父神啊，你就刚才读的是漏掉了，被父神的先见，就是天父预定的，啊，就像你在公司里头啊买衣服一样的啊，我的衣服啊，我定做的啊，我要穿什么样款式的衣服啊，天父已经定好了啊，天父定好了啊，天父是皮鞋是高档定制的啊。衣服是高档定制的，你的车也是高档定制的，是特别珍贵的，不是大陆货啊，定做的，天父预定拣选的啊。然后呢，圣灵感动的啊，这是啊，圣灵感动这个人，他自愿行为耶稣基督，不是我枪毙了你，你再不信耶稣，谢老师明天背一个炸弹到你们家去，把你们家房子给炸了。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的，是圣灵感动的，是他甘心乐意的啊。注意这两个不矛盾啊，天父的预定，甘心乐意信耶稣，并不矛盾啊，知道吧？是他里面看见了上帝的人民，他一定要信，不信他晚上就睡不好啊。一定要信，是圣灵成为圣洁，他是追求圣洁的啊，就像一个人啊。有一天啊，他不小心掉到那个粪坑里头去了，臭死了，烂泥坑里头，臭死了，臭死了。然后呢，圣灵呢，使他成为圣洁，把他呢，从那个污泥潭，从个粪坑里呢提出来，很肮脏，再也不想干坏事了，再也不想是了，干点坏事了，那是真的不想，很恶心，再不想掉到粪坑里头去了，成为圣洁就这个意思，知道吗？成为圣洁，然后是跟随基督，被基督保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基督已经把他从那个粪坑里头救出来了，不想再恶心了，难受死了啊，难受死了。难受死了，被基督的保选把他洗干净了，从那个罪恶的世界里头，
他再也不想犯罪了，是不是有时候不小心啊，就像人一样的不小心身上呢有一些肮脏的东西啊，一些污秽的东西出来啊，有衣服一样的，你看看那几天如果不洗的话这里就会怎么样了，肯定会发臭，啊，发臭，但是不想发臭吗？啊，我肯定是这样的，每天换一个。哎，同学们啊，没事，我把话筒接一下。我这看了。大家没事不把话筒打开啊，没事有事欢迎你说话啊，欢迎你说话。那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教会是什么意思呢？教会是天父啊，是一群人啊，这群人呢是天父定做的啊，天父定好了要做什么东西啊，圣灵感动的是他甘心乐意的成为圣洁，然后呢基督的宝血把他从粪口里面来把这个人救出来的，你哥从这里救出来的，你还想待在粪口里头去吗？你这世界上也不干净啊，这世界上是不干净，但是比粪口里头怎么样呢？我家房子不好，那那比粪坑那很肮脏吗？我穿的衣服不干净，我穿的这个丑丑的衣服啊，那我说难道我身上披的狗屎牛屎很好吗？是不是啊？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虽然呢我衣服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干净，但是我还想穿干净的衣服嘛，对不对？对吧？我虽然长得不帅啊，但是我也不想把它给干嘛，对不对？我长得很丑没关系，所以呢我把那个白的啊狗拉的屎放在头上，你会干吗？你会做这件事情吗？我也不会做，你也不会做。这一群人呢叫基督徒，神的儿女，这一群人合在一起呢就是教会啊，一群人，一群属神的灵啊，神的人，虽然呢也不是完全干净啊，但是呢不想待在粪坑里脱离罪恶的世界，是神呢这个世界就是个粪孔，整个罪恶的世界就像个粪孔，那上帝的眼里就是个粪孔，那这基督的宝血干净了，我们就不要再往这个粪孔里头去跳了，更不要去吃狗屎吃牛屎了，犯罪就是吃狗屎吃牛屎，有时候不小心吃一点别人搞的，对不对？我吃东西别人丢的东西啊，很脏了，那不小心了，我不是故意要犯罪嘛，对不对？那么呢这么一群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么这群人是什么有的时候这啊教会的历史是从五旬节开始的，对不对呢？教会的历史是不是从五旬节开始的呢？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啊，同学们不是啊，我们看圣经讲啊，你别记瞎，不光记瞎老师说啊，啊我们看一下二章的十九节，我请啊孟景琦读一下好吗？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啊，二十节读一下，麻烦你。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好，谢谢。那么请问使徒的时候啊，使徒是从五旬节开那里，是五旬节的时候还有没有先五旬？请问摩西是不是五旬节才出现的？摩西是不是先知？是。亚伯拉罕是不是先知？不是。亚伯拉罕不是先知啊，问你爸爸妈妈，就是先知呀。当然是先知。挪亚是不是先知？挪亚是不是先知？当然是的。所以说啊，教会不能说是从五旬节开始的啊。以琳你说，那举手的以琳你说，大家明白了。所以教会呢你不能说从五旬节开始，当然五旬节也有教会啊，是比较成熟的教会啊，是比较好的教会啊，那个圣灵的大规模的降下，但不能说只有五旬节才有教会，之前就是有的地方啊，以前的工作就有教会。教会什么时候有基督耶稣的福音的时候就有教会了，因为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人的得救，我们哪能靠自己得救来，对不对？
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呢？我们都没说教会是从啊创世纪三章一十五节开始啊，那创世纪三章一十五节这个福音是谁传的？是耶和华神啊亲自跟亚当和夏娃传福音的啊，知道没有同学们？是我们耶和华神，我们的主亲自给这一对夫妇在这传福音，告诉他们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而为仇，这叫原始的福音。同学们记住了没有？写一写啊，这个字在圣经上面，在圣经的旁边啊，写这一句话，写这句话，这叫原始的，懂吗？原始的，很简单的，不像我们今天啊，我们是特比以前比亚伯拉罕更有福气，我们的圣经有这么厚，同学们，我们的圣经有这么厚，懂吗？既然你说，亚伯拉罕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圣经，那时候连摩西都没有生出来呢。没有圣经不等于没有神的话语啊，神亲自给他们讲的话，这个呢也特别蒙福啊。但是我们人现在什么都想要，这样神呢每天跟我说话，每天就圣经跟我们讲话，我们圣经也有啊。有些懒的人呢不喜欢读圣经，就说了。你跟我说话，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告诉我，这是叫懒鬼呢，就是这样子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求主怜悯他啊，希望他能够灵魂呢，醒过来，不要再这么懒懒散散的过日子，好不好啊？为你的家人，为我向老师多神，让我们里面有一颗火热的心啊，去追求啊。我们今天讲的，现在讲的就是讲原始的福音。你在你圣经上面写一下啊，教会的历史从这个时候开始，在伊甸园开始，教会的历史从伊甸园开始。那么开始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教会了啊。那教会的元首和领导，大家知道吗？教会是不是亚当夏娃是教会的领袖？是基督。亚伯拉罕是教会的是神哪一位？是耶稣基督。这弥赛亚，女人的后裔啊啊！你啊，延续你说，延续，延续。老师就是那当时候那些福音上不是说就是说要是见到耶和华的面会击杀，那是怎么告诉他们这些的？漠视他们，这叫漠视。在梦里或者是什么是吗？漠视的，有时候是在梦里头，有时候神派使者，你后面会读啊，你要读圣经，你圣经读完一遍没有？圣经没有读完，读完一遍了。看亚伯拉罕怎么跟神说话的？好的。啊，对，你看圣经就知道嘛。有的时候是在梦里头直接跟人讲话。亚伯拉罕，神用神派使者就跟亚伯拉罕说话的。啊，有的时候是天使，有时候是基督自己啊。啊，跟约书亚讲的时候，耶和华的元帅，那位就是基督啊。那跟那个四世纪里头呢，也是基督。就是那个基甸的那个。啊，基甸，对，那就是基督自己了。有，只不过是他在地上待的时间比较短啊，不像新约时代，耶稣在地上待了三年多啊。那个时候耶稣在地上来的，有时候待了很短了，很短，叫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可能待一天啊。天使他也在地上也没待多久，他变成人的样式啊，可能就讲了句话就走了啊。他不是这样的，然后在圣经的神的话语还是有的，人也不是每天不停地读书，他口传的，嘴巴传的啊。神是活神嘛，所以呢，那时候领导人呢也是基督耶稣，基督耶稣。不过那个时候不叫耶稣基督啊，这个名字，基督这个词语是希腊语啊，希伯来语叫弥赛亚 ，Messiah 啊，弥赛亚啊。是这么回事，或者就叫女人的后裔啊，叫女人的就嘛，对不对啊？就像我们国家领袖换这个名字，他还是国家领袖。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创世纪啊，十六章第四节啊，开始呢，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后来越来越清楚啊，这位女人的后裔是就像太阳从天边升起来的一样啊，同学们，你有没有起得来的很早啊？你起来的很早的时候，你看天边的太阳啊，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呢？一点点鱼肚白，然后呢，慢慢的呢，变成了人呢，紫红色啊，深红色，然后变成鲜红色，然后呢，太阳呢露出半个脸，然后太阳慢慢的升起啊，你会感到清亮清亮的，是，但是你后来你不能再看太阳的眼睛会看瞎啊，哎，慢慢的升到现在素养高啊，然后呢，它就金灿发亮了，真的，然后慢慢的升到太阳，再你不能看了，看到眼睛会看瞎啊，既然你说。刚出来的时候，它的大部分都被云彩给遮挡了。哎，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也是这样子，他不是突然出现的啊。昨天晚上生了一个宝仔啊，啊，玛利亚生了个孩子，叫做耶稣啊，不是这样，不是他给我们的看见不是这样子的啊。开始的时候呢，啊，跟亚当和夏娃说有女人的后裔啊，然后跟挪亚说啊，他的血啊，那个。有生命啊，学的是生命啊，这讲一点点影子给你听一下啊。然后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人家说啊，万国都要以你的后裔得福啊，有一个后裔来，到了万国得福。这后裔怎么来呢？到了摩西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啊，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弟兄中间，会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像摩西像我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啊。基督这个词语就是像弥赛亚像摩西的人。弥赛亚摩西摩西英语叫摩萨对不对摩萨啊摩萨啊英语叫摩萨啊西伯尔叫摩萨啊摩萨啊摩萨啊是什么意思就像摩西一样的人知道吗像摩西一样的人。所以基督你看到没有越来越清楚就像太阳呢从天边升起来。到了以赛亚的时候呢先知说以赛亚七章是主要给自己一个兆头为什么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他呢是童女就是啊没有结过婚的女的生一个宝仔。叫以马内利啊就这个意思啊。在大卫的时期啊神又给了一个启示这个人呢要做王啊这个弥赛亚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治理他的国。他怎么治理呢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啊。世界上的人我当了官了对不对我就要发财啦我要娶很多的老婆啊我要修很大的房子啊我要怎么样呢我快活的我就一人升天鸡犬皆升我好的日子让我弟弟呢也能当点小官啊让我妹妹呢也要发点小财哎呀主人又是我的同学都要怎么样呢也要搞点钱了对不对因为我当官了嘛对不对还有人来了也来不一样他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你知道吗他这么做我谁这么做谁这么做呢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被成就不是我的热心啊我的热心一毛钱都不值啊我有基督的热心啊不我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成就这事啊这个国呢现在已经出现了地球很小你如果没有重生就看不见基督的国度啊你看不见啊你只能看到的美国啊看到的是中国啊英国啊大日本帝国啊俄罗斯国啊法国美国都是这种国啊你看不到基督的国就只要从基督让你看得见就看见基督你看不见就看不见我没办法啊完全这就是哎越来越清楚了啊到了最后呢是谁来了救一个人怎么得救呢救一个人怎么得救呢他们啊，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啊，在耶路撒冷，一个人名叫西面，
是信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啊，对。哎呦，对，信将要来的弥赛亚，你看西面西面十字架，耶路撒冷有个人叫西面，那个老头啊，一个老头，这个老这个西老头啊，西老爷，西老爷子啊，这个西老爷子又公义又虔诚啊，有没有看到基督？耶稣就过来就说他就死了啊。西面看到耶稣抱在怀里，这经典啊，他就老了，因为他已经太老了，老的不能再老了。这时候呢，神就把他给接走了，怎么得救？他怎么得救？他怎么得救？他靠摩西律法能得救吗？还是信这个耶稣基督。还有一个老太太啊，叫亚拿老太太啊。这个老太太呢，84岁了的时候，她怎么她一直等了？她怎么得救呢？一样，还是信一样，她是也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这耶稣基督是什么呢？弥赛亚，等候那个我们看路加福音2:36，他的老太太啊，她也是个童，守寡的，很可怜。在人世上，她是很可怜的一个老太太啊，没有儿子，没有女儿啊。然后教会呢，就当时的圣殿呢，就供养她啊，她在那里做祷告啊，她是得救的，是神所爱的儿女啊。这种人在中国叫无保户啊，吃低保的啊，吃低保的。这个吃低保的，大家知道什么叫吃低保吗？同学们？这叫吃低保的人，因为这是，大家说同学们这是什么吃低保，知道吧？不吃低保是吧？那美国有，美国有的低保，你都不知道，低保是社会啊，国家给你的最低生活保障啊，比如农村里头的老太太啊，大概是每一个月是150块、200块钱，在家里农村嘛啊。美国我不知道啊，美国大概有1-2千美金了，别人告诉我的，我不准确啊，你们可能比我还知道多啊。一个德国啊，有个家庭有25个人啊，他有4个老婆啊，有10几个孩子，他每个月在德国可以领到底百来3万马克，这叫最低保障，就是自己没有能力啊挣钱。这个啊，亚拿呢也是拿最低保生活保障的人，在圣殿里头啊，教会里头的圣殿里头就给他供养，因为他是个老太太嘛。但是呢，他有没有得救？得救了。他是仰望将要来的耶稣基督。旧约里头得救啊，同学们，都是盼望以色列的安稳。听清楚了没有？我再问大家，旧约的人怎么得救？摩西他们怎么得救？西面怎么得救？那些旧约里的救，他们怎么得救？那个就是，我觉得那个旧约的时候呢，不是有以赛亚呀、耶利米那些先知吗？他们会那个，就是他们在那个他们的书里面会写预言关于耶稣的。他们就一直盼望那个预言，也是简单的说啊，跟我说，都是靠基督得救。天上人间啊，天下人间没有赐，只有靠基督得救。就是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一样的，我们都没有见过。你见过耶稣基督吗？我也没见过，反正我没见过啊。我们呢，见那个已经来过了的，已经来过一次了的。他们呢？仰望的没有来过的，我们都没有见过，都是靠耶稣基督的名得救，是吧？所以旧约呢也是教会，但是以色列教会啊，比如说比较幼稚一点啊，圣经呢没有启示这么多啊，那么他们呢，但是得救还是没问题，对不对？圣经没有这么多啊，那要圣经上的规定，要圣经读几遍才能得救嘛，对不对？甚至有些人叫文盲就不能得救嘛，文盲能不能得救？你们说，一个字都不会认识，文盲能不能得救？也能得救啊，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恩典呢没有我们这么丰富啊，没有我们这么丰富的恩典，没这么全备的教训，因此呢，
当然上帝给他们特别的怜悯，说上帝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啊，光是真是公平的。我们今天呢没那么多神迹奇事啊，哪有那么多，基本上每天就这么平平常常的过的啊。啊，女人的后裔，我们看一下啊，女人的后裔在什么时候有怀孕生子啊？耶稣基督，当时很多人羞辱他啊，说啊，今天还有人羞辱耶稣啊，说耶稣是那个私生女啊，是那个玛利亚跟那个罗马士兵通奸那个小孩啊，这个人啊，就反正也娶不到老婆啊，不是，这都是污蔑啊，这是污蔑我们的信仰。污蔑我们的信仰。如果耶稣不是童贞女怀孕生子，我们怎么能得救？亚当在罪里头生救我们，你自己掉到粪土里救我，像我们两个人都掉到粪土里头去了，你怎么救我？你一生也臭死了，对不对？你还能洗净我的罪恶吗？你自己的罪恶都洗不干净，对不对？怎么救我？童女生子啊，圣灵怀孕，他才能够救人嘛，要不然怎么救啊？对不对？再打个比方，我欠别人1000万美金，笑，这1000万美金我还得起吗？我还不起，你把我炸了，把我杀了，把我放在油锅里炖了，剁成肉卖了，我那10万美金，你告诉我。他必须自己有1000万美金，对不对？或者有1亿美金，他才能帮我还呢，对吧？我跟你一样，我怎么还呢？我叫我弟弟了，也就是几千块钱一个月，他能够帮我还1万美金吗？或者说我叫你了啊，叫你爸爸妈妈啊啊，你们都是很好的人呐、啊，爱主的人呐啊啊啊，小老师欠了1000万美金了啊，请各位同学的家长帮我还，你们能还帮我还吗？就算你有这份心，你能还得起吗？你们家能还得起1000万美金吗？我们家连10万都没。对呀、啊，所以你必须找个有钱的老板，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基督一定是他是神的儿子才能够。10万美金就是70万人民币。对，何况是1000万呢，对不对？还不起，我也不会叫你还，对不对？我这位天父的儿子啊。耶稣基督才能替我们还这个罪债，他必须是童女怀孕生子，必须是神的儿子，或者说神自己道成肉身，否则你怎么还得起啊？还完我的还还别人的，对不对？肖老师都要还，你妈妈欠了钱也要还，既然你说普通人是还不起啊，都还不起，对吧？全世界这么多人信耶稣，谁还得起？这么多罪人已经欠了1000万，假设还有7个，假设妈妈8个，你们家几口人？我们家有5口人。啊，5口人，每个人也加1000万。大家旁边这个同学，这个多少个同学？我看一下啊，只是我们这教室里头36个人，36千万。我的天哪，3亿6千万，谁还得起啊？那不是等于3.6亿美金吗？对，3.6亿美金啊，啊，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还得起，你必须找一个很有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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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钱、有钱、有钱、很有钱的人还得起啊。这个人呢，只能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宇宙万物的啊，只能是神自己造成，有怀孕生子啊，才能还吗？打个比喻，这是个比喻啊，我不是说真的有，那个时候没有美金的，耶稣说还没有美元呢，对不对？那个富的人也还不起啊。对，都还不起，都还不起。没有上帝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才能免除我们的罪债。只有他啊，这女人的后裔就是童贞女生的，知道吗？一点是童贞女，而且一点是完，一点是。所以叫做完全的人，完全的神，知道吗？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好，我们明白了，在教会的历史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教会的历史，啊，孟锦奇，你说。
老师，哎，刚才你说旧约的人和我们现在的人，得救都是靠基督，哎，对，然后不一样的是什么？我刚才没太清楚。不一样的是我们耶稣已经来过一次了，他们那个时候耶稣一次都还没有来。道成肉身，他们定了。我们看的是已经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将要定十字架的基督，是这个意思。将要来的。哦，好的。这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啊，这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这有什么关系呢？瑟兰，你说。老师，我一遍圣经都没读过，可是好多都读过了好多遍。那小先知书弥迦呀。最好是通读一遍啊，最好是通读一遍，这个不好啊。就是你吃菜一样的啊，你专门吃肉，请问你会不会死？会。专门吃肉的人会不会死？会，会不会？会，他吃。你也会啊？会。不会死，对不对？你天天吃肉会死吗？不会，他会长胖。但是应该怎么吃？你们家是怎么教导你们怎么吃的？一桌菜你专门只吃肉，只吃鸡肉。我妈妈每天让我吃点蔬菜，还要吃点肉。哎，吃太多肉了，营养不良，因为没有不吃蔬菜，所以营养不良会死。那都吃一点，都认真都吃一点，就是对的，对不对？都吃一点，你不能只盯这么吃，这是一样。你现在。吃道菜的，那好吃的就多吃点啊，不吃的就把它甩开啊，就营养不良啊，但是还不至于死掉啊，也不至于死掉，那肯定是会有什么慢性疾病出来啊，真的啊，这个不是吓唬你啊，会有慢性疾病的或者其他的东西出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啊，不是说真言是神所默示的。马书记不是神所默示的，利未记就不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我们教训读者归正啊，预备属神的人完全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都是有益。读者就是 rebuke 责备你啊，你只吃一道菜，那你就这样的，你读书，你说我只读一年级、二年级，我不读了啊，我一年级。我还是读一年级，明年我还读一年级，你觉得好不好？我不读二年级，不读三年级，我天天读一年级。行啊。那你会不会识字啊？是不是文盲呢？哎，很难，是都会认识，对不对啊？但是会写吗？你让干嘛老读一年级的？你可以读二年级嘛，读二年级读三年级嘛，对不对？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初中、高中嘛，大学嘛，对不对？你的长进嘛。好，我们就不听了啊。我们大家把红色的数字啊，你加一下，对吧？亚当和夏娃他们一直到今天多少年了？那你加一下，你们加过吗？你加一下，130加105加90加70加65加162加65加187加182加600。那看到这个多少年？加一下。好多呀，有几千。我知道，老师。我还不知道好多啊。我知道，老师。你加，每个人都加。16158。啊，大家都加一下，啊，加完了我再。一共是16158。算一下，你别着急，我喝口水去啊，你们加啊，等你们啊，加啊，那在边上看戏啊，我这里没什么戏看的啊，加一下，看这段时间，同学们加。再加啊，老师我再加啊，但是一码事啊，同学们加啊，我喝口水。可是就是165妈妈。
我算的是1651。我算的是1658。我说了。2256。你看为什么这个要看看一本圣经为什么要不同的基督徒，明白了没有？为什么一本圣经呢？因为神呢？为什么有不同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你看呢，算个东西都算的不一样的。这还是数学，对不对？是不是？哥，位数应该是六啊！他们说个位加起来是六，所以个位数应该是六啊。你加嘛，你加嘛，你先先加。你看呢？那个数字的算的不一样，就说明了人呐、啊，这是罪人。为什么一本一位圣帝上帝一本圣经啊？为什么养出这么多不同？是这样吗？老师啊，到底等于那是一？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们，六百六十六。你先算了，算完了我再告诉你，我肯定会告诉你们，对不对？好，我们不算了啊！我喝了一口水了，我就不算了啊。多少呢？1656年，几个同学搞错了？1656。啊，1656得搞错了啊！基恩呐，这里啊，还有一些是数字的名字，我不知道是谁啊。巩雅金吗？巩啊，巩雅金可能敌了啊。巩雅金，1658啊，对，1656，哎，说1658的，1656啊，啊，1656的搞错了啊。那么你看呢、啊？我不能说你不懂数学啊，你容易很容易出错啊。一般呢，就是这里呢，就是1656年。那么关于这些啊，科学资料啊，我这里有个、啊、有一些播放的，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播放了啊？你们去扫描一下啊，是那个 Zoom 啊，应该还有啊，你把。截一下屏，好不好？啊，等一下，老师，等一下。我已经截了，你刚说截，我已经截了。你刚说截屏的截，我就给截好了。啊，谢谢同事。按个按钮就行，这是 iPad。老师，我曾经看过这些解说来着。你把它，你截下屏的，发给那些没有。啊、有了，还有只有那一个吗？啊，都是免费的，都是什么？还有这个呀。你白白的得了，都折了，都折了，拍了已经啊。好，那、啊、你还要截一下屏幕吗？因为我不是科学家啊，我只是个历史老师，我不是科学家，对于讲这个科学不是我擅长。老师，这个诺亚大洪水为什么是黄色的？他那个上那上没有二维码。哦哦，没有二维码。好，可以了啊。嗯，都截了啊，同学们啊，不偷懒啊。你要白白的得了，白白的舍去，也要告诉别人，知道吗？因为老师也，毕竟不是科学工作，就跟你，可能比你爸爸的妈妈的还要差，因为在初中和高中的那些科学知识方面啊，没有多少，比如什么恐龙啊、外星人啊、什么猴啊、什么化石啊、什么宇宙大爆炸啊、什么洪水啊，还是请别人来讲好些啊。感谢神啊，弟兄姐妹啊，为我们服务。老师，哎，我之前也看过关于恐龙、外星人和诺亚大洪水的，好的，但是不一定是一个直播间的。以前我看的那个是科学城的，啊，科学城也是他们一个团队的啊。我之前看的也看过科学城的，啊，是，哎，他讲的是基督徒讲的呢，是基督徒讲的，都是的。是的，是个老教授。嗯，老教授是基督徒吗？是不是？我们的直播间是那个，我记得我们的直播间是一个外国人。好，我们不讲了，那大家截下屏啊。好像是一个美国人。好。啊、那么我们讲恐龙的时候也是一个美国人。好，同学们。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好、啊，因为老师也不是，以后你们可能比老师也强很多啊，希望你们比老师强啊。反正我不懂那么多科学的，我也是听他们讲的课啊。好，我们讲世界堕落啊，审判世界之前，
人类的堕落会怎么堕落的呢？二十几告诉了我人类的方面啊。啊，一个是男女关系方面的办法，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办法。我们读一下创世纪六章第二节和六章十一。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是指家庭和婚姻，是吗？这是家庭和婚姻的败坏。人类什么时候开始败坏？嗯，你们想过没有？人的败坏，哎呦，对不起，我把手机，我没让大家休息一下。是从吃了上一树的果子之后，肯定是败坏了。败坏那个样子，你看，我就说生活当中你怎么看到败坏？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嘛，对不对啊？那败坏的就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到的败坏的，首先是家庭，后来是人际关系。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九点二十八过来啊，欢迎大家啊！啊，我给你们上课，我感到很开心啊。嗯，九点二十八，今天九点一十八，我怎么出不来了啊？九点二十八，行不行啊？欢迎大家啊！九点二十八，不要忘了啊！九点二十八，好，欢迎大家啊！样的人，他在荒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仍是你命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力气寻求。失望。
就被忘，困苦人的指望比不容我，耶和华起来不容神，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自己不过是人。尊重
再娶你，不生一路遗憾，无故行这些事的人，必有动摇。住不在你一晚，轮到世上的生命，他们有没有伤是我最喜悦的，一别生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比加。刚才我各位同学啊，有一点点障碍，可能是那退去一下可能会好一点。刚才好，我们刚才啊算了下这个历史的时间啊，露西你说，周露西你说，你看举手，我是先点错了，啊点错了啊，没事。好，我们刚才这个时间就是讲人类的败坏的特点啊，这个你一定要记下来啊，同学们。你学习历史或者理解人类社会的时候啊，那人类是怎么败坏的？当然是从亚当夏娃里头堕落的。这个堕落我们都知道起点而已，不知道啊。飘依依，你说，老师，那些年，我们刚才教的那些年数都是那些人以诺什么活的岁数，可是比如说。亚当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他们的儿子也在活，就他们的儿子也在活着，那这些年数不就不准了，因为他们中间是穿插在一起的。啊，我问你，你数学学了几年级了？你现在数学几年级了？我在家学的，而且用的是美国教材。我担心你的数学，你再加把油啊，你看我这里，看我前面。看，我把屏幕把截下来，你截下来，把这屏幕截下来，把我的屏幕截下来，好不好？好了啊，截下来的话你再去对，好不好？嗯。啊，好，行了啊，啊。老师。就是的啊，嗯嗯，还有同学不明白的，把这截，其实啊，圣经上也有啊，我就圣经上面把复制下来的啊，啊，亚当到赛特、啊。我截屏了。啊，对的，亚当到赛，接着赛特啊。老师，嗯，那个我想，我想说，就是我还没有扫呢，我刚才截屏发现自己的手机扫不了。你再赶紧截一个，其实圣经上面也有啊，圣经上面也有。截也截不了呀。怎么会截不了呢？因为我用的是电脑。电脑也可以截屏啊！我教你，退出就是圆的那个和关机键两个点，iPad 是这样的。啊，抱歉啊，我在网上不能够教你这些啊啊，嗯。你帮忙我扫一下吧。哦，我要不然我等一下发个屏幕给大家，发在群里头没关系的啊，行吧？发个屏。老师啊。哎。啊，这个你自己下去等一下出，你要的要个 PPT 的话，我发给你啊，没关系的啊，你截不了屏没关系的啊，但是要学会截屏啊，你不光是在我这里上课嘛，那别的地方是也要上课嘛，你学会截屏啊。我这是在数学课上学的。嗯嗯，那这个都一样的，你们不会，我等一下我截给你可以没关系啊。好，我们看这里啊，啊看。我怎么截屏？我也不知道我从哪儿学的，我就会了，我经常搞。好了，不讨论了啊！看这里啊，哎，欢迎啊！我们看这个人的败坏，当然是从最开始的，没有罪就没有罪恶，知道吗？啊，这中文人也很巧妙啊！你看呢，
有罪啊，才有呢罪恶啊，有罪性啊，才有呢罪行。大家知道吗？这两个词语中文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啊，有罪啊，才有了罪恶啊，有罪性啊，才有罪行。我们现在的谈的是罪行啊，罪恶啊，它会有什么特点出现呢？圣经告诉我们啊，亚摩西，你说，我觉得有罪性才有罪行，因为他们那个如果他没有罪性，就是他就不会想去罪行罪了。对。啊，一个主有没有想过把你的电脑是个病毒？当然不可能。啊，对，他不想，没想过的，因为他试图阻挡，是他不至于啊，把你电脑是病毒，他也没这个能力搞。嗯，他也没这个能力。那人才会去搞这出些馊主意，电脑上网络搞诈骗的这些东西。我们讲了罪啊，当我们讲到它罪行或者罪恶，它有什么特点？人类的堕落有，首先我们看外面啊，看外面，我们人看到的是外面嘛，外面的两个坏，第一个坏啊，是家里面的坏。外面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啊，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手能够摸得着的啊，家里面坏，家里面是怎么坏的？首先是男的跟女的结婚是乱来的。就是男的只看女的长得很漂亮不漂亮，好不好看啊？那女的呢，就看男的啊，长得有没有钱啊，或者说家里有没有钱啊，家里是不是很丰厚啊？就是这样子的，随意挑选。这结婚啊是随意的，看到没有？老师，哎，为什么是神的儿子，然后呢是人的女儿呀？哦，你这圣经读一遍了啊。这神的儿子们呢，就是指啊赛特的后裔。是那些属神的人语啊，属神的啊，大家注意啊，这神的儿子们是属神的人啊，那人的女子呢是属人的女子啊，他没讲这么多啊，所以你上我这课之前我们都有要求的，这些读一遍以上圣经的啊，初中时间读两遍以上，你这样子怎么样呢？我创世纪至少也读了三遍了。你这个没有。然后剩下的我读了两遍，除了启示录，还有几个约翰一书那种。你看来你挑食，又挑食，又有一个挑食的小朋友啊，青菜不吃，只吃什么的啊？会不会营养不良？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第二遍还在读，快读完，第二遍快读完了。啊，好，不讨论那个了，会过来看我这个、啊。我已经开始读第二遍了。不要扯远了嘛，到这边回来啊，孩子们。我都要开始读第三遍了，第二遍都快读完了。好，都回来。神的儿子们是属神的儿子，就是信神的人。人的女子就是那些属人的人，属地的人啊。他们呢，就看到人家长得很漂亮，教会里头的人呢没那么漂亮，没那么好看啊，没那么有钱啊，对吧？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要知道一点，他们随意结婚。人的败坏从两个男女关系很随便开始，知道吗？你怎么知道这社会是恶的？不是说天天杀人，你们社会恶就是天天外面一出门就被人家刀捅死，你晚上睡觉人家在那屋子里放火，不是这个意思啊，没有这么夸张。其实教会里面，教会外面随便结婚，根据你的心意来随意，随自己的血气啊结婚，这第一个啊，结了婚以后就会吵架嘛，吵完架就带家庭的伤害嘛，啊，爸爸妈妈给打架，人家儿子在旁边，你能过好日子吗？爸爸妈妈在这吵架，在旁边怎么样呢？感觉受伤害，很恐怖，你知道吗？他不知道怎么办。儿子和女儿，他就在就不知道是。老师，我有个问题。啊，你说。创世纪六章十一节那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我很奇怪。这个树木也算是世界的一部分，土也算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做了什么呢？又败坏了，我觉得有点奇怪。啊，很好，你问的问题问的很好啊。创世纪六章啊，这个世界啊，世界这是指世界上的人啊。但是嘛，圣经上面的世界有三个意思啊，
这个就是你平时爸爸妈妈也教你了，我没办法教你这么多了啊。但我今天你会问了我，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世界是你的人有三个意思，一个世界就是泥巴土地树啊，这是个世界啊。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这个世界啊，神看来是美好好的啊，这就是树木花草日月星辰啊，江河湖水啊，这个就是世界。圣经人第二个世界呢，是世界上面的人。我们这里讲的是世界上面，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世界上的人在神面前败坏。还有一个世界，在约翰一书里头的世界，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世界上的罪恶，知道吗？你爱世界，就是爱世界上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明白了没有？记下，稍微记一下，三个世界都不是一样啊。明白了啊，好的，我们就讲这里啊。老师，你能写出来吗？谢谢。我写出来吧，好，没问题啊。老师写出来啊，这是稍微耽误的时间啊，给那个老师啊，一个世界啊，一个世界。老师啊，那如果树木什么的没有犯罪，他为上帝为什么不能让？为什么要让？那些树木也被淹死。我写出来，你一个是吧？你稍等一会儿啊，挑一页。有。这是个物质的世界啊，这圣经上的第一个世界。第二个世界呢也叫世界啊，这世界呢是呢世人啊，就我们这里讲的啊。第三个世界呢，他讲的世界是什么意思呢？是就这三个世界，它讲的不是马氏啊，不是马氏。大家注意这三个名词，一点注意一下啊。这个在约翰一书啊，你去看一下啊。这个呢，这是创世纪第六章啊。还有这一个呢，是创世纪第一章啊，是这个意思啊。是吗？所以读初中以后，建议大家学习逻辑学啊。初中以后学习逻辑学，不至于混乱啊，搞不清楚。啊，瑟兰，你说。老师，您教逻辑学吗？哦，教逻辑学。但是我要个公布了嘛，书已经给大家了，以后我再讲一下逻辑学啊。初中的时候再讲，一定要学逻辑。美国那边也有逻辑学，英语也有逻辑学，他们比我们好啊，我们很土啊，就是根据他们这些编起来的。我是肖老师，就是个逻辑贩子，贩过来的。好的，老师。就知道这个三个名词都不一样啊。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中国用这。今天董同学们吃早饭没有？这个吃是什么意思？我刚刚吃完，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晚了。我今天早上起晚了，所以我刚刚吃完。等会儿，你别，第二个吃啊，你干什么吃的？桌子擦不干净，什么意思？你干什么吃的？桌子都没擦干净。我
我妈妈平时说干什么吃的，我就说，然后比如说我在做事，然后我就说我不在吃，然后她就不知道怎么反驳我了。我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吃的不一样啊。这个就是说，干什么吃的？你把那个东西弄了的这个意思也不一样。对呀，我再问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啊，然后啊，现在这个事情很难办，我们要吃硬骨，要吃硬骨头了，什么意思？就是很难。三个吃是一码事吗？一个是吃饭，一个干什么吃的，还有一个吃硬骨头，啃硬骨头，这是硬骨头是很难的意思。就这意思嘛，啊，这吃的不一样，对不对？这三个吃都不是一个意思，对吧？啊，哎呀，注意啊，语言你要分辨啊，要分辨啊，要分辨那个他语言表达什么意思，你得学习，要不要不学语文意思，要不然用不着学语。我们为什么学习语文呢？就这个意思，学习语文呢，学习逻辑学啊，就是你不要搞混了，是吧？啊，吃饭就是吃饭，干什么吃的，不是真的在吃什么东西啊。还有你要吃硬骨头啊，你吃的苦吗？吃苦啊，苦是吃吗？啊，吃苦啊，孩子啊，读书要吃的苦啊，啊，吃苦什么意思？你读书要吃的苦啊，老人家说，啊，吃苦什么意思？你嘴巴去读书吗？不是吃苦，就是说要好好的学习，就是那种要苦情练那种感觉。啊，对对对对，你就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三个吃的是不一样啊，三个吃不一样，吃苦吃饭啊，干什么吃的啊，这三个吃不是一样，这世界也是一样的啊，它有时候都叫世界啊，啊，三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啊。啊，我们可能变成上语文课了啊，过来，啊，这个抄下来没有？没有，我先。还有没有抄下来的？你截一下屏。我截下来了。截下屏啊，因为有时候等你的话就变成上语文课了啊，我就又好，但是大家同学们问了呢，我也告诉你啊，我们还是上历史课啊，你问到了我就告诉你，你不问了我就不讲。同学们，截下屏，拜托啊，截下屏啊，我等你。我已经截了。啊，好的好的，都截了啊，同学们都截了吗？啊，我们不等了啊。完了，好，啊，世界战神的意思，这是来指强暴，但是什么？强暴就是很暴力的意思，啊，人与人的啊，刚才我们说的家庭的败坏啊，父母啊，儿女啊，在家里面呢，这里是一个烂粥了啊，变成一个烂粥啊，是一个死臭鱼了啊，一个鱼样的已经臭了啊。首先是家里面的败坏，男女的败坏。然后呢，啊，是社会的败坏，是不是别人在家里面以外的地方啊？你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打你，就这个是很暴力啊！啊，现在打官司看谁啊厉害，谁的关系很硬啊，这就很强暴，很强暴。总之呢，你听我的就有好处啊，你送我这仓；你要是不听我的，怎么样呢？我给你爸爸的工资扣啊，年终发奖金。别人发10000块，你爸爸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只给他发1000块钱。嗯，你们家不给我送礼物，逢年过节我是领导，你不给我送礼物，好吧？你妈妈的工作啊，今年啊，不要想在我这里请假了啊。然后呢，每个月你别人嘛拿500块钱奖金，我顶多给你100块，啊，甚至把你给开除，因为我是你领导啊。就是很暴力，不讲道理的，没得道理说的。因为我是你领导啊，我说学校里头的啊是霸凌啊，每个月给我交保护费，每个班上的每个同学给我交20块钱保护费，以后谁敢欺负你找我，你不给我交我也欺负你。啊，学校是这样的啊，以前我教书的学校拜码头啊，他是老大，班上的老大，要请他吃东西啊。地上满强暴，不讲道理，看谁硬啊，谁可以欺负谁啊？就人与人什么欺压啊，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欺压。那么那些
无权无势的人就怎么样呢？很可怜，老实巴交的啊，老实人就很可怜。而且提打架打不过人家的，吵架吵不过人家的，家里也没什么钱的啊，没什么关系的，他们就生活在荒山野岭。你说这个苗族人知道吧？苗族人为什么他到了啊湘西啊贵州啊？你说苗族人原来是生活在河南的，你知道吧？河南河北一带，你知道为什么吗？缺德。这里有没有苗族的弟兄姐妹？哎，这里有没有苗族的弟兄姐妹？你们中间有没有苗族人？我不是苗族人，我是汉族的。啊，你是汉族？我是朝鲜。啊，朝鲜族还另外说。我奶奶是苗族。我是朝鲜族的。啊，你是朝鲜？我妈妈是土家族。土家族的啊啊，再一次土家族。我问了这土家族。我是朝鲜族的，我爸爸也是，他会说韩语。啊，好好，爸爸爸爸。然后奶奶爷爷也会说。啊，我奶奶爷爷在韩国。啊，好的啊，谢谢大家。我奶奶也在韩国，还有我爸爸的好多亲戚都在韩国。好好好好，我问大姐一个事情，什么意思？你以后听肖老师讲历史，你会知道啊。苗族人，他原来生活在中原地带，他怎么跑到了贵州和云南呐、啊，或者跑到湖南的西部来？是被我们这帮汉族人欺负，我们欺负他。肖老师，你是汉族的，我就是汉族。我也是汉族人，我当然是汉族人。我也是汉族人。我们欺负他。我是汉族。我们的祖先欺负他。我们打他。汉族打那个呀。哎，打他们，就是欺负他们，揍他们，扁他们，扁他们打架，然后他打不过我们，就把赶了啊。首先从河南祖先啊，河南的祖先一路赶，一路上往赶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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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跑。一直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赶到那些荒山野岭里面去了，比如说湖南的西部，贵州那些苗寨里头去。请问谁想活在那些深山野岭里头？那打不过你嘛，不行还躲不起嘛，再跑啊！懂吗？啊，不讲这个啊，我讲的意思，地上满了强暴，就是人欺负人啊，人欺负人。就这个意思，强暴就是人欺负人的意思，知道吗？啊，知道了。这是外面的败坏啊，黄黄黄，懂吗？那社会很败坏的时候，外面你就会看到很黄很暴力的事情。那么里面的败坏，最重要的外面的败坏是来自于里面啊。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到社会败坏的时候，人们就里面的骨子里头的坏。我这么就骨子里头，你比如说啊，有一些人走路啊，你看他骨子里头很坏的人什么什么，还要把路边那种鲜花，没有人的时候把他摘了，还把他踩死，把那个鲜花呢，他把它摘掉。你没干这件事情？路边也有鲜花，那工人环保工人啊的环境工人啊，把那些搞卫生的给洒了水的，他过去把它摘掉。然后路上走着蚂蚁，他一脚把它踩死。为什么呢？那蚂蚁惹他了，那蚂蚁这么精简的，他能惹他吗？那花草也不能说话，也没骂他，来把他弄死，把他踩死，骨子里头的坏。人生来都是这样子的。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两个小朋友，爸爸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打另外一个，为什么？走走，爸爸是我一个人的爸爸，妈妈是我一个人的妈妈，是不是你一个人的妈妈？骨子里头的坏，坏到骨子里头去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因为我们骨子里头是坏的，是毒蛇。你说没什么毒啊，谢老师，你讲的是太夸张了吧？是。太夸张了一点，你知道吗？人啊，你饿啊，我们屋子前面啊有一个老板，他呢开了个化工厂，做了这种化工颜料的，但是呢他也不想搞个仓库啊，
你外面仓库也有租的，深圳怎么没有仓库租呢？这里也没深圳的同学啊，不管深圳的别人哪里能够租到仓库嘛，他想省一点钱，就在我们屋子前面呢，第三个屋子他租了一套房，一栋房子，然后呢就放了化工颜料。那一天呢，有一年呢，我们生我们家老三的时候啊，天气特别热，如果这样就下来吧，你不知道这怎么搞的，他起火了。你知道吗？那上面还有两个员工，两个员工，那仓库是两个女孩子跑到屋顶上面喊，我们才知道，一会儿我怎么知道？然后火就烧起来了，我们旁边正好有一个消防队啊，赶过来才把它灭掉。我讲什么事情呢？骨子里头坏，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石油一样的啊，就像那化工颜料一样的，你暂时没有着火。等到有着火的机会的时候，你就会害你，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人，罪人，都像一个装满了石油的桶一样的，都像那个化工颜料一样的。你今天你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是因为你没有机会杀人，是外面有警察顶着你，否则一定会杀人。恨人一定会杀人，恨是恶念，恶念产生恶行，都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不到银行里去偷钱呢？不是我们人不想去偷，是因为偷不到，懂吗？老师，就是我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说，恨就是杀人。对，恨是杀人，叫杀，中国人叫杀鸡啊。学校里问答上也这么说。你懂吗？杀鸡啊，我们中国人这个汉语很精确啊。这个字可能你动了杀，恨人就是动了杀机，但是呢没有杀的机会啊，还在寻找机会啊。动机杀机就是杀人动机啊，在寻找机会啊，找到机会了就会杀人，知道吗？只是但是没有机会。其他的也是一样的，贪己啊，贪念啊。贪念啊。有这个念头了啊，大家也在寻找机会啊，找到机会了呢，就是呢，偷窃，还佛的偷窃啊，干了很多别的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世界上面的每一个人，今天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啊，的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石油桶，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油桶啊。你之所以没有爆炸，没有起火，是一个油还没有沾到火星子，你沾到一点火星子啊。你就会干坏事。哇，那天起火啊，吓人的，真的。我们这里诸位动物前面三动物啊，那火是很大啦。然后的话，好来了好多消防公安啊，那因为水啊把人都给喷灭。然后那个老板现在被抓起来了，怕过什么不知道啊，就把抓起来。你省这个钱干什么呢？省这个钱，省了这个钱，你看你害那个人呢。那个老板呢也是倒霉偷点的，深圳那个老板的东屋啊租给他啊，他也没管这么多啊，反正租到钱就行了。后来把整个屋子又重新装修，又花了几十万，这是几十万了，三层楼装修了，那人便宜的那里去了是吧？所以你这个屋子烧的是全部烧成那个像腊肉一样的嘛，屋子烧成腊肉是什么滋味啊？我讲这个意思是人骨子里头。骨子里，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做老师的、做学生的啊，我们的坏是骨子里头的坏，所以我们要悔改一生，跟着耶稣基督一生都去悔改。那为什么真亚当夏娃为什么这么坏呢？你见过人掉到粪口里头吗？我经常用这个比喻啊，人从罪恶中堕落，就是人掉到粪口里头。请问你掉到粪口里头，身上还哪个地方会干净？你哪个地方还会干净？你臭死了，你必须全面的洗，经常洗。但是我洗了一次澡还要洗吗？还要洗，还要洗脚。天气，我们在广东是每天要洗澡，天气热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里头会分泌出很脏的东西，油腻啊，还有些污垢啊。所以你说我长得很漂亮，我长得很帅啊，我是韩国人，我是美国人，就美国人、韩国人他就不身体里不没有脏东西吗？没有，有没有脏东西？你们说有吗？有一样的有吗？有，油性特别脏，花的粉红的油性特别脏，
他本来就不讲卫生。对，但是我爸爸有时候就是总是不洗澡，就有点像一周洗一次的那种。啊、嗯，他们都是脏，但脏的哎，分量也不一样。他懒，他嫌洗澡麻烦，顶多洗个脚。啊、嗯，那、嗯、不好啊，不好。我们最后一次，我一星期才洗一次。我们洗澡怎么洗的？在耶稣。我每天都洗，但是冬天的时候有时候太晚了，我妈妈就让我洗个屁股就去睡觉了。啊，同学们，过来啊！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啊，少年人呐、啊，你有什么洁净你的心呢？就是靠神的话语，每天都洁净，每天都要，每天都要。啊，我们在广东是每天都要，必须要的。然后在湖南呢，或者说有些人听别人洗下脚，还洗下脸，肯定每天都要洗，对不对啊？脸肯定每天都在洗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是个比喻啊，这是个比喻啊，不只是不是说要你爸爸妈妈一定要怎么洗澡，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比喻，比喻了我们骨子里头是坏的，知道吗？明白这点吗？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石油桶啊，只要着一点点火就会爆炸，就会干坏事啊。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讲到人类的败坏啊。你知道这里以后，你学历史啊，你对生活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福音？我就知道我们一般人不觉得自己需要福音，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多坏。我就讲个故事啊，有一次啊，10年前啊，我们在大学里头，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啊，再去做，有一个弟兄啊，他在成都啊读研究生啊，然后呢来广州工作啊。他有一次跟我们聊天啊，他就跟牧师说：“哎，说牧师啊，我信耶稣信了这么久，可是我为什么对上帝不特别感恩呢？我也读圣经呢、啊，我也聚会啊，也我没在上面，哎呦，神啊，我真的谢谢你啊，感谢你啊，我爱你啊。但是我没有这种感受，我没有这种感觉。你们猜为什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我问一下你，平时都是你们问我的问题，我问你问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觉得我对上帝没有什么感谢啊？就这么样子啦。”我也来教会啊，我也聚会啊，为什么呢？同学们，你们说？可能他根本没有完全信。他信了，他说他信了吗？那他说了也不能证明他已经信。我跟大家说啊，他是信耶稣，但是他没有他也相信耶稣基督为他钉了十字架。他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恶。你就是说，就是你掉到粪口里头的人，也能不知道是把你拉上，你不知道你有多么的臭啊！别人替你把衣服洗干净，把身体洗干净，付了多大的代价，知道吗？今天我们所有的人生，如果你对耶稣基督，你爸爸妈妈对耶稣基督没有特别的恩爱的感觉啊，是吧？你是多么的爱我，你多么的帮助我，我很感谢你。真的很感动，我甘心乐意传福音啊！我不是说他不是基督徒，而是刚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你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坏，你不知道你多么的臭，从那个粪口里头救出来，别人因怎么洗干净了你？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还有没啊、我们先做个祷告啊！还有问题的同学来欢迎你们问啊！我们先做个祷告结束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现在上世纪讲的稍微慢一点啊，这是人类历史的开始啊。主啊，你怜悯和帮助我们，使我们走前面的路啊，使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哎，我们知道自己有多么的恶，多么的坏，我们才真正的感谢主，为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虽然有一些人啊，刚刚信主啊，刚刚走在啊天国的门边，但是主啊，你也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本相。他们知道主你的恩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深高。哇，今天这世界很败坏，人们在家庭里面败坏，受人际关系互相欺压。主啊，你让我们有机会跟别人传福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还有问题的欢迎大家留下来问问题。老师拜拜。啊，拜拜。老师拜拜。啊，老师再见。啊，拜拜。老师再见。老师再见，拜拜拜拜，老师再见，拜拜，拜拜，老师再见，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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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哎，你问一个问题，李佳兰，你说。老师再见。哎，再见，李佳兰，你说。你说。是不是人？是不是那个人？老师再见。是那个该隐的后代呀、啊。他的人就是该隐的后代，没错啊，就是属人的啊，是该隐的后代。你讲得很好。嗯。好的，谢谢老师。还有别的问题吗？没了。啊，没有，没有了。那我就搬了啊。